首先呢，就是有五个步骤，就是对五个步骤，就是说你可能你的脸就是说用这个喷雾，哎，这个喷雾就是喷到你的脸上，喷一下全脸，因为你刚洗完，喷完之后呢，你就是把这个喷雾和你的粉底再喷到粉底上面混合一下，混合完了之后你再上妆，上妆完了之后你再喷一下这个喷雾，喷完了之后，对，喷完了之后你再用那个粉笔压一下，压完了之后。你在最后用这个再喷一下，所以这五个步骤就会让你的持妆时间是更长久。不过我也是试了，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发言体权，验，你才的体对。验权，是不对，是？因为身为代言人，肯定要更多的去了解，肯定更多用他的产我此处该有掌声，是不是？又真正体验过了，就是帮我们的很多直播间了，包括粉丝宝宝，就是帮你们体验过，才能用心的来感受说一下。虽然说只有这三款产品，但是足足是五个步骤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我给你们再来强调一下。小红书。